今仔日这篇道理应该是无啥物听无的所在哦，我咧要啦。诶，要无？我可以找，我可能去你遐看。找啥物物件？找罗斯金讲迄个。你闹。哦，你闹着。哈哈哈。你不想闹。诶。我家己看到你的讲道，迄个是我一个想讲，诶，这篇道理应该爱搁继续开发。继续找出来。继续来。来找出来，足侪种无同款的讲法啦，无同款的诶切入点啊，甲真侪当讲啦。对啊，因为太重要。好，我呀，非常重要的道理。所以我就针对一点吼，特别今仔日啊，面对真侪只医术吼，只个特别需要一寡了解。对啊。诶，对讲张老会开始在讲泡沫小小的代志时，就是这个医术带出来嘛。我家己的体会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我家己即摆较好奇个代志，就是讲，哎，牧师用温素、熟练温素个角度来讲即个代志。因为牧师唔是直接去切入去迄个重点个所在嘛。我大概当去想着。对啊，啊，就是讲用温素安尼，敢若一个。过滤的网啊，那过滤过。啊，我头一个想到就讲，神望爱，我较早唔捌用这個角度去甲想啊，唔捌用这個角度想讲这是温素啦，哦。所以我拄我第二只，我有想几个问题，讲啊，什么叫做温素安尼啦？我伫想迄个代志，什么叫做温素？啊，我有想一个几个点，就是讲。是咱本来无物件，上帝给咱的叫做文书，还是咱出世上帝就给咱的天生的叫做文书？哦，上帝，咱无给咱，也是讲出世伊就给咱，反正拢是对上帝啦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讲咱所有无论，咱所有会晓的、知影的、会当做。拢总是温素，哦，用咱的信用来加税，是安尼嘛？啊，敢有迄种外口的？啊，敢有迄种唔是温素的物件？魔鬼荷兰的？魔鬼荷兰去雇佣？哎，可以，因为。